怎么了？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怎么了？我车坏了。车坏了？嗯。这个车吗？对，这辆车。你是干啥的？我准备自己去西藏玩。准备去西藏？你是旅行的吗？对。我看你牌照是福建的啊。我福建厦门出发的。你从福建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在这里碰到一个小姐姐，她说她的车坏了。你说是什么原因呀？就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今天打不着火。目前是打不着火。对。你自个儿看了没有？是什么原因？我不懂得车，我对车不太了解。刚才都试过了，打不着。对。谢师哥，来过来，这边有个那个小姐姐，她说她车坏了，你帮忙看一下来。福建车友，他一个人准备去西藏，厉害不？一个人去西藏，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没事啊，这是我们旭日哥，他比较懂车。你好。就跟着导航走的。目前出来20几天了。对。怎么情况？我不懂，昨天我在这边露营还好好的，停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然后今天我准备出发的时候，然后就打不着火。帮他看一下，帮他看一下。现在旭日哥正在跟他想办法检修啊，在找东西吗？对，找工具。小姐姐，你是福建？这破车牌是哪里的？福建厦门的。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6月7号。6月7号出门。对，6月7号。准备去西藏。对。那你怎么跑这边来的？我本来是想从新疆走219去西藏的，然后面新疆现在太热了，然后面就转到甘南，从这里去西藏好一点。因为我睡车顶帐篷太热。太热。对。你出门20天了，一直睡帐篷吗？对，都睡帐篷。一直睡帐篷。不然呢？哎呀，这个帐篷就是用来睡的呀。佩服你。还好吧，你们不也是睡车里面吗？对，我们睡车里面，但帐篷我们没有睡过呀。我那个时候觉得东西太多了，我没办法睡车里，我就弄了一个车顶帐篷。你出门一直睡帐篷吗？是。一次宾馆没住过。现在还没有。哎呀，朋友们真是佩服啊，他从出门到现在一次宾馆没住过。能看一下你车吗？有点乱。可以。那你睡车里面多好。我带的东西好多呀。真的是。你这东西太多了吧。这全部都是啥？都是有那个登山包，还有什么瑜伽垫啊那些。登山包你也带了？我打算去转山，冈仁波齐转山。冈仁波齐转山。对，然后看一下后面，后面是啥？后面是衣服，还有那些东西。怪不得这车里面没法睡啊！哇，这啥都有啊！太多。你这雨鞋也有啊？那个时候出门到处都在下雨。到处下雨。对。就有带。这里面全部塞得满满的，全部煤气罐也有啊，做饭的。对，然后高压锅呀，它会这个高压锅。对，这里就是有卡式炉。卡式炉。对，那边就是杂粮、面条、米，这一箱子是衣服。反正东西好多，所以我感觉我没法睡车里面。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个车顶帐篷。这周边这样垫子就会潮，它底太大了就会潮湿。帐篷漏水。哎呀，不容易不容易，但不会很严重。那你平时洗澡怎么洗啊？你不是20几天没住过宾馆吗？我自己烧水，然后面兑冷水在那个公厕洗。这样。哎呀，说实话能吃苦真的佩服你，佩服你。出来就有这个打算，有心理准备吗？出来就有这种心理准备。对，就我后备箱都有带那些烧水的，也有带那个户外的淋浴帐篷。带了淋浴帐篷。对，如果实在找不到公厕的话，就用淋浴帐篷用，也还可以。好，朋友们，五谷一，旭日哥，弄好没有这边？搭电吗？对，搭电试试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是在甘南大草原，已经进入藏区了。旭日哥这边已经开始搭电了，看能不能行吧。哇，这个妹子东西还真多呀，她现在试一下看能不能行。着了。
哎，好了吗？是不是好了？谢谢，可以了。好。你们也是自驾去西藏吗？对，是你，怎么了？就我想跟你们一起，可以吗？想跟我们一起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去西藏也有点怕，我怕又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跑的路线可能比较艰苦呀。艰苦没问题啊。而且我们有可能会走川藏中线进藏，你想好？我这个车没问题的话，我就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我这个车能跑那个线吗？没问题。那我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还就是，咱们如果组队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说啥，你就是尽量，就是听我们的，能不能做到？可以呀、啊，你们真的吗？你们比较懂。你不害怕我们我们是坏人吗？不怕。感觉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觉得你们人挺好。那就可以啊。那旭日哥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小姐姐跟我们一起？可以一起走吗？加个队友不更好吗？那可以。我们队长有绝对的服从啊。而且我们经常是在野外露营。没问题，我也可以，我睡车里。朋友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哇！又增加了一个小姐姐啊，美女小姐姐队友。我们目前是三个组合。目前正儿八经该说不说，绝对是有看点。你看，旭日哥加长版的长城，在西藏路上绝对是独一无二。然后咱们小姐姐是不是也是，说实话非常好。然后咱们是不是我大量修车技，这个队伍彻底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找地方露营呗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可以，爽快，小姐姐爽快，走吧，那就走。OK。我收帐篷。好。就我想跟你们一起，可以吗？想跟我们一起啊？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去西藏也有点怕，我怕又出现这种情况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这个是五谷一，刚才认识的，他现在也要求跟我们一起去西藏。你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就是后面我们走的路可能不是318，全部都是，大部分都是无人区，路途艰难，而且我们每天会在野外露营，能习惯吗？我也是睡车顶，也是睡野外。那想好了啊。那我们就一起出发了。好了，现在收拾东西。OK。好。每天这样收帐篷也是很麻烦的呀、啊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我们现在三个人，三台车，两条狗，出发了啊。现在我们三个人三台车已经到了合作，也就是甘南的首府合作。你们看这个城市非常不错呀，风景没得说，这边是当州生态园，看怎么样。晚上是找地方露营还是住宾馆？露营。然后这会儿那去买菜，晚上想吃啥？不挑食。不挑食，那我们先去买菜，然后找露营地啊。朋友们看，这个就是合作室啊，这个城市风景超级好，真的啊，特别有特色。看蓝天白云，那去买菜吧，走。我发现这边菜市场都特别大呀。纯羊排嘛。对。纯羊排高一点，比混合肉的话38。哦，混合38。哎。我们买点羊排回去煮着吃啊，这边羊排是很便宜，38一斤。小姨行不行？可以。对，来拿上吧，然后后面放着啊，放在冰箱里面放着。行。羔羊没有吗？这样都可以吧。羔羊没有吗？啊？羔羊有没有？羔羊什么意思？羔羊排，这是小羊排。那个没有。啊，那就行吧，这是。他们这个是去皮的嘞。对。没事，我提。你再吃点啥？还买啥？青菜。看买什么青菜看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露营地，准备做饭吃啊。我们今天晚上吃这个手把肉，手把羊肉，然后再炒一个青菜。这个羊肉可以，真的。
哦呦，可以，洗一洗啊，然后直接开始炖，然后等会儿再炒个青菜就 OK 了。好，可以，开始煮羊肉了啊，这个肉直接冷水下锅煮，手抓羊肉满满一锅，看满满一锅，撇出小沫儿啊，看小姐姐笑得多开心。哎，这个羊肉的品质确实可以啊。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原因，咱们两个锅一起煮。这个该锅现在是漏气啊，现在我们用这个锅看一下，啊，看这个火特别好了，然后直接看，哇，这边也是可以的。开始做一个手撕冒菜啊。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该说不说，亮哥想做的很帅哟。前方的村庄，可以了，准备吃饭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了。搞得深更半夜吃饭，我去，这妹子搞激动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好香，来，啊，这撒点小蘸料啊，撒点小蘸料。战友通过关注来了，看到了，这个很少吧？感觉肉怎么样？因为我一共才2000多。朋友们，咱们五五一吃了好几块啊，还是可以的。香是不是？是不是香？是不是？还是挺香的啊？是不是？我在吃饭。哎，妹子不说话。这个路上了。嗯。这个路上了。哎，我的亮哥，挨死你了。啊！下冰雹了，下冰雹了！啊！刚才咱们悟空也吓坏了，悟空也吓坏了。刚找好露营地，刚搭好帐篷，然后你们看。下起大冰雹，现在东西全部都吹翻了，看，啊，五谷一的帐篷也吹坏了，里面全部都是水，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看到地上，啊，帐篷全部都吹破了，伞也吹坏了，啊，看现在变成河了，啊，最主要是他帐篷也吹坏了，啊，现在小五把乳鞋也穿起来了，东西全部都吹坏了哇。被子有没有湿？哎，被子有没有湿？还是我们的车里面好，他的帐篷以后到了西藏，我估计完全睡不了。西藏像这种天气，每天都会发生，每天都会发生西藏，因为现在是雨季嘛，现在雨季。看悟空，悟空也吓坏了，全是冰雹。看他们里面还，看一下，哇。看那边还在闪电呢，在闪电呀！睡了睡了，全是，冷不冷？不冷了。我全身湿透了，真的，全身湿透了。哎呀，我的电脑还没到练。全身湿透了。哎，五五一，咱们幸亏是白天，要是晚上的话，估计你都被吹翻了，真的。就掉下来了，锅碗瓢盆全部都是沙，我现在把它洗一下，然后这会儿五谷一已经去打水去了，啊，然后旭日哥在清垃圾，看，现在已经天气已经晴了，看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呀，看这露营地是没法待的，露营地没法待的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亮哥还洗那么干净，全部都是沙呀，全部都是沙。不是说不干的不净，吃了没病吗？是不是那个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下？亮哥是个讲究人。收拾完露营地，现在带大家看一下甘南的风景，这边风景特别好。
这会儿到了甘南合作，看这里万某油菜花好看吗？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，这里就是漳州草原，看这里风景好的真的是没话说呀。哇，这太美了，蓝天白云。过这里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。走完苍老的石桥，感到潮湿的味道。翻过了青山，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。海风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，悟空吃醋了，看到没有？不知道为啥，悟空好像是最近一直吃醋。刚吃完饭，我们今天吃饭有点晚，然后。小吴啊就准备回去睡觉了，他今天帐篷里面全部都被水打湿了，然后他今天就住宾馆，刚才我过来送他一段，因为那明天在露营地等你。好，今天我们生活还是挺融洽的啊。晚安。 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这个是吴古一，他今天就正式跟着我们去西藏了。我们这一次这个路线已经确认了，就是走川藏中线进藏。难度非常大，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然后昨天他的帐篷遭遇了一场大冰雹，全部都打坏了，然后被贼打湿了。今天晚上看怎么解决一下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啊，把这个全部收拾一下，就正式出发了。Okay, 好。那咱们就开始收拾东西。大蛋，大蛋来。大蛋那个伤口有点发炎，旭日哥跟他穿了一个衣服。现在我们另外一个队友回了，旭日行。说实话，我们这一次去西藏，我最担心就是这个车。你们看，轴距这么长，我们这次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具有挑战性，所以说最担心就是这个车。来，旭日哥，别闹了。我会给你惊喜的，还惊喜，到时候别惊吓。你们看这个长不长，轴距太长了，我担心通过性不好。悟空，上啊，咋这么怂，上。然后我们正式开始出发了，地上没有留下一点垃圾。来，出发了。这个车太长了，掉头不好掉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？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。只凭直觉，你想我。朋友们，正式进入洛克之路了。这里面几乎没什么车，据说这里面这个风景特别好啊。我们继续往前出发。那现在旭日哥已经跟丢了，就剩下我和小一两个人，看走吧。这个洛克之路它是有100公里，全程都是这种烂路啊，也是号称中国最美100公里。我们刚从扎古怒村出来，这一路上全部都是在修路啊，尘土飞扬。看，等一会儿去找露营地，我们明天才是正式穿越啊。这里是18村，我们今天晚上考虑是在这里露营，因为再往前走的话是啥也没有了。小一，今晚上是在这儿露营还是咋回事？就这儿。在这儿什么菜都没有了。去买呀，买菜。吃肉啊。你们看这里的风景啊，这里风景正儿八经不错呀，看。那我们明天才能正式穿越洛克之路，这里有一个卫生间，那。比我还黑，你看小一每天做瑜伽，现在又晒黑了。
走吧，新买菜走，走吧。哦，刚才说错了，这个是泥巴镇，这个镇子特别小，有几个小超市，然后有几个小饭馆，还有两个小宾馆。扶贫拆迁工程这边，哦，那传统部落泥巴村，看他们这边新建的房子还挺不错的啊，光这个门头就值不少钱，你们看啊，哇，真的是非常豪华呀，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，好好啊，光这大门就值不少钱，说实话。这个村子其实还真不小啊，好大好大，四面环山，可以走，现在我们去买菜吧。哎呀，嗯，晚上吃牛肉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啊，1斤30，我一斤三十。哦，那来买一坨。这会儿我们已经到了露营地，我们三个车把它围起来，啊，围成一个圈子，然后中间做饭。羊毛。羊皮。羊皮。来，把这个羊皮铺上。我们这会儿正在搭建露营地啊。昨天晚上小一睡觉说特别冷，昨天在合作还没有今天这么冷，他昨天说一整个晚上没睡着，说特别冷，整个晚上没睡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来，你们看啊，把我珍藏82年的这个被子，82年被子给他了，这个是新的啊，我一次都没用过，但是里面的里面的棉花被是以前用过的，但是这个被套一次都没用过，我新买的，今天给他铺上啊。今天应该不冷吧，今天再冷那就没招了，因为明天地方可能会更冷，明天是扎格拉更冷，海拔是将近4000米，把古一冻跑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做饭了，朋友们，每天晚上下超级大暴雨，看他多坏呢，看你帐篷能不能撑住，他说是有可能会下雨啊，他说拿这个云一过来下了暴雨，这个云一过来就会下雨、哎、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正式穿越洛克之路了，洛克之路号称中国最美100公里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世界著名景区扎嘎拉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出发，如果你们想知道路况的，包括想看风景的，那么请把今天这个视频看完，我们现在出发了，然后三台车已经全部都收拾好了，看露营地我们也收拾干干净净，现在准备出发，你就跟在我后面啊，然后你在中间，然后旭日哥最后。好，因为这个路况还是挺差的啊。其实最担心就是这个车，因为昨天就差点卡住了，轴距太长了。走吧。朋友们，这个洛克之路跑起来真的是太爽了哇！它一点不比318差，不比西藏差。说实话，你们如果在甘肃、在西安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你们看啊，这边是山体，然后那边是悬崖，没有任何保护。看，来，古音，可以吗？不怕吗？全部都是盘山路啊！看，然后旭日哥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在甘肃有这样的地方真的不错啊，来给我坐一会儿，来给我坐一会儿，坐下，悟空，悟空，现在我们继续往前出发，风景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。对。
来，乌龟过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你看，哇，好看，你看，对，你看那个山，哇，是不是？这里号称东方小瑞士，哇，好看是不是？看那边还牦牛呢，下来，下。上，不要松，不要松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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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呀，我说群战牦牛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你看，我估计你过来，等会儿把你攻翻了，真的。目前到这里，手机有信号了，然后再往前走就开始要买票了，好像听说是一个人80。前面是不是要买票？是不是？啊？前面可怎么过？买票。买票。嗯。一个人多少？80。一个车还是一个人？一个人。一个人80。嗯。哦，一个人80。那边就是扎嘎纳景区，好看不？看。他们说的观景台就是这吧？对，就这儿。他们说这里可以露营。就是这个地方呀。哎，洛克公路一条收费的公路啊，80块。现在我们露营地了，就在这儿露营。旭日哥车这么一停啊，我们中间围一个筐子就做饭吃。那、啊、OK OK OK。哦，这里基本上每天下雨。你躺一个，天一变就是可以就下。哦，天一变就下雨。下雨。古一啊，他说这地方每天晚上会下大雨，大暴雨。每天晚上下超级大暴雨。看他多坏呢。看你帐篷能不能撑住。他说是有可能会下雨。啊，他说拿这个云一过来。下大暴雨。这个云一过来就会下雨。哎、云。乌鸦嘴，能不能吉利一点？对，是的，有可能下雨，80%下雨，80%下雨，好，可以，就怕我们的五谷一帐篷撑不住，听到没有？晚上下超级大暴雨，超级大暴雨，80%的可能性下雨、啊。对，是的，他说这个云一过来就下超级大雨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害怕？哎，快点，赶紧搭你的小帐篷吧，快点搭，来，喂、哎。看狗蛋儿，狗蛋儿来，过来，狗蛋儿来，狗蛋儿还是挺聪明，挺乖的，说实话还可以。悟空到处跑，帮我看一下东西。看这个雨说下就已经下了，也不知道他帐篷会不会撑得住啊？来吧，今天晚上可能这个饭吃不了了吧？这个雨一直下不停。外面这个雨特别特别大呀，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在车里面躲雨。现在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。看这下面，这下面就是号称中国最美的100公里。然后那下面就是扎嘎纳，啊，这边是五谷一的车，谷一，啊，过来。昨天晚上半夜下雨的，怎么样？很过瘾啊！好像是凌晨5点钟下雨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过瘾啊，冷不冷？还有一点，有点冷。不过我的睡袋快到了。好，可以。那、嗯、三个车围成一个圈儿，这个是旭日行，那这边又拿了一个车，山东车友，我那边也拿了一个车，坦克300。哎呀，这个车可以不？啊，比起我小面包怎么样？别人的车帅多了。帅多了，你看。反正每天指望他们两个做饭那是吃不成，每天煮一碗稀饭，然后配点糖搅和一下，就凑合一顿，是不是？是。还在那笑。哎呀，这不是有大量吗、啊？他们两个减肥，说实话，我不能减肥啊。我们都爱吃那样的，关键是。哦，都爱吃这样的。五谷一洗头发，我跟他打点冷水啊，对一下。我让他不要洗，他偏不听呀。这里海拔是3700米。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嘞。哦，不是，把我那个珍藏82年的辣鸡做给你吃。嗯。来，可以。头发吹干。
我吹风机风量大，但是找不见了。啊，这个洗的头发精神多了吧？开心不？洗个头，心情很好。心情很好。现在我最开始做饭了啊，好像这是第一次做中午饭，是不是？嗯。以前都是你们煮稀饭。行吧，那我开始做饭吃。大量好勤快呀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勤快，好勤快。是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干净了？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我什么都不干净。那我就不清楚。我什么都不干净，你看砧板，是不是？肯定要洗一下嘛。炒一个白菜啊，白菜炒肉，洗。起锅烧油。哎呀，快快，再放一点。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？炒菜好不好吃不重要，一定要姿势帅。这个不帅呀、啊。不帅，哪里不帅？这么小白菜下。开始吃饭了。吃一个稀饭，然后炒了一个白菜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我来洗嘛，我来洗。得了吧，得了吧，你炒菜，啊、你炒菜，我洗碗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洗，我洗。你那是把你手搞粗糙了。我手还不够粗吗？这粗能粗到哪里去？三香猪呢？三香猪。蓝空上上，看害怕，看看看见藏猪，藏猪的，对，啊看猪，悟空打不赢，看到没有？悟空害怕，看，哎呀这藏猪好厉害不？看厉害不？你看那猪，看那猪，看这个，哇、哦，这么凶啊！这个就是所谓的藏香猪啊，个头很小，但是胆子特别大啊。早上把我们那些东西全部都吃了，啊，还把吃了一块肉还。下午考观景台。现在我们也开始进入扎嘎拉了，准备出发了，出发。小姨，风景好不好？是不是太美了？朋友们，这边全部都在修路，据说过了十月份，这个全程通水泥路。所以说，你们喜欢越野的朋友，喜欢穿越的朋友，要尽快啊！以后全程修路呢，就没有这么好玩了。你们看这风景，该说不说啊，正儿八经可以。你们看这山，哇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真的。看下面。我喜欢开这种路，很好玩，很刺激。看，你看到处都好、啊，全部都是盘山公路，全部都是盘山公路。大弯道、盘山公路，还有土坑，还有土坑。怎么样，感觉？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，就想在这里傻坐着看着这群山。
这会儿我们正式进入扎嘎拉景区的，这里是石锦城景区，全部都是石头，还有湖、大峡谷、骑马。这边骑马怎么骑啊？骑马怎么骑？大峡谷、万花台。大峡谷。哦，就是石头城。石头城。哦，这个三个弯，就这个。哦，150一个，去不去啊？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石城看一下啊，这个得骑马。旭哥走啊！我不去了，你不去吧？你不去吗？我这说好了，三匹马交着来了，你啊，你们去吧。他那会儿以为是骑马下来，现在得走下来，那个太高了。啊，那你两匹马说好就成了吗？那你去，你们两个去。好，走吧。啊，石城景区那上面啊，上面还有一个峡谷，据说。上山是骑马，下山是走路，所以说旭日哥没上来，他害怕高反，他在下面等我们啊。我和小一来两个人，现在休息会儿，马累了。朋友们，这个上面真的是特别高啊，从海拔3000多升到4000多，4200米。看这边要不停的休息啊，山底下看着不高，但实际上特别特别高，特别高啊！那下面已经看不见了。再次出发。下来要走路啊。是啊。这个距离。是不是很滑的呗？我听那个看马随时饿了随时来一口。看现在我们已经上来了，但是还有很远呀，最终是到了上面了。那上面说实话这个130真不贵呀，150。哎呀好高啊，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上来之后发现还得再继续往上，这就是所谓的望山跑死马啊。快到了，怎么样？哇、看哇、太好看了，看看来看，哇、真好看啊。这个上面游客特别多，刚才他们说不来这儿会后悔一辈子，你们感觉嘞？来，现在跟随我的航拍镜头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。我就想在这里傻坐着看着这群山。哎呀，你们还在等我们呀！哎呀，感谢感谢感谢！朋友们，这个景区真的是太好了哇！我们在上面拍视频拍了很长时间，他们居然还在等我们。而且我们昨天在那个露营地露营的时候，也是一直让我们打开水，还有接水，随便接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古一来上，看，看这边人多好，帮我拉拉链儿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那个，好，啊，真是好啊！这130划得划得来呀、啊！看现在我敢松手了。古一，等会儿我们多给他们30块钱啊，一人多给30，真的是不容易，说实话。是的。来回几公里？从现在开始下面路得自个儿走啊，因为下面太陡了，马没法走。
达日观景台，下面就是扎嘎拉。哇，好多人呢，看人多不多？这风景确实没得说呀，没得说，没得说。朋友们，这会儿终于到了扎嘎拉，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太好了哦，说实话，但是这里人特别多。小一，今天晚上想吃啥？还有新日哥。大厨说的算。去露营还是？要不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顿好的。露营吧，露营吧，咱们人生择生。哎呀，会过日子的好孩子。会过日子。啊，我们这几天在外面也没吃好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一顿好的，咱们今天就不露营了。朋友们，这会儿我们去找露营地啊，然后去吃东西，然后喜欢我们的来露营吧。露营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我们现在在扎嘎拉景区，这个是五谷一，那个是旭日行，我们两个是在路上认识的，然后后面跟着我一起去西藏，我们下午到四川阿坝州。等一会儿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带大家看一下扎嘎拉的风景啊，这里的风景好得不得了。我们现在收拾东西，看这个露营地很多车友，昨天全部都停满了。这下边儿，这下面就是扎嘎拉村啊，这个是大蛋，大蛋这个开始慢慢好了，这个伤口也开始愈合了。我们收拾完东西，现在往四川出发。朋友们，终于进入四川了，看到没有？四川。这么多年了，竟然一直在寻找。若尔盖县，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在这边你会发现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寺庙了。你们看。这一路上过来简直就是一个风景大道，看一望无际草原，里面很多人露营。小姨好看不？好看好看。我们这会儿就到了著名的楠木寺，你们看这寺庙真的是特别漂亮啊。然后到下面，这边是甘肃，然后那边就是四川了。这边需要买票啊，30块钱一个人。哇，真是气派呀！看，一个大型的建筑群体，看游客特别多。看楠木寺有好几个大殿啊，金碧辉煌。那上边还有这个楠木寺，一共分为两个部分，甘肃这边是叫赛赤寺。然后四川那边是格尔底寺，中间而且还隔着一个清真寺，这个地方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之处，中间就是楠木寺镇啊。等一会儿我们去楠木寺镇看一下，走吧。那这个就是楠木镇，你们看，那河对面啊就是四川的，看，是啊。了，小溪对面就是四川的，啊，这是四川，这边是甘肃，是这样的。离开若尔盖县，我们现在往四川的汶川县出发啊。这个马多少钱一匹？这个马是10万到。十万。对对对。那个马嘞？这个马差不多1-2万吧。1-2万。对对对。哎，那还可以啊。这个是肯定是这个赛马的，比赛的马。哦，比赛的马。嗯。比赛的马。一口气到了四川的汶川县，
今天住了一个宾馆，我们这一次甘南之行正式结束了。说实话，甘肃的甘南这时候风景真的是太好了，而且气候特别舒服，不冷不热。看，一到了四川，真的是特别热呀。所以住了一个宾馆，一个星期没有洗澡了。加上这一堆衣服，看，满满两堆衣服没洗，所以开一个宾馆洗澡。看到下面就是岷江，然后那边就是地质遗址公园啊，然后下面旭日哥和古一在下面露营啊。天气特别热，让他们过来也开个房洗个澡，他们不来呀。说实话实在受不了，真的，尤其是衣服没洗，他们两个在那外面露营啊，我就住个宾馆。我们明天休整一天，然后后天就是正式出发了，开始往西藏走。我还是以前那个靓仔啊，给你们拍最好的风景，然后走一些不一样的线路。我们今晚还要住这里吗？对，是的啊，住这儿。想借你车？你要睡我车？睡我面包车？我面包车睡不下两个人。不是，我想让你睡我这，我睡你那。你让我睡帐篷？对啊。你睡我车，你不嫌弃吗？你想体验一下？嗯。哦，我知道你这个肯定是特别热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了。没有，你老说你的车好，所以我想体验一下呀。朋友们，我明白了，这古一每天在我耳边说，他整个晚上睡不着，因为特别热，然后前段时间特别冷，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就想体验一下你的车，怎么了吧？肯定是我车。铁皮子更热，真的不是不让你睡，你真的。你昨天说不热呀？我那前面的铁皮子，里面特别热。那到底是热还是不热了？热。热呀。不然我跟你去开个酒店，开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，我们三个人三台车结伴而行去西藏。目前我们已经到了四川的汶川，现在我和古一两个人就带你们去看一下目前汶川是什么样的。旭日哥不去吗？我不去啊，去到弄炮吧。这话说的，那我们两个去。赶紧。看旭日哥这车更热，真的，更热。然后我们今天把衣服全洗了，自己晾晒，然后也是在这儿自己做饭吃。接了，走了。你走啊，那行吧，走吧。走了。嗯。快接。你们看这个汶川县好不好？还是挺繁华的啊，中国羌城，看很有特色呀。这个汶川它是大禹的故里，然后还是熊猫的家园，蜀汉名将姜维也是这里人。这个汶川县很多好吃的啊，全部都是羌家菜。我请你吃好吃的呗。我想吃你做的。你让我做饭吃。啊。没事，我请你吃点好吃的，吃火锅。每次请古一吃饭，他都不答应。我想吃你做的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去买菜了就。我们去买什么菜吃？我买鱼。对，买个鱼啊。哦，我们这个有鱼，那个好像叫佛手瓜，买个汉菜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再买个包菜炒五花肉。好，是我们刚才取的快递，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吃这个。其实还有看，还有不快。那赶鱼，啊，这个鱼我还不知道怎么做，看红眼睛，哇，好新鲜啊！古一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鱼啊，赶鱼。啊。我做成酸菜鱼好不好？好呀。酸菜鱼啊，我喜欢。好，然后再做一个手撕包菜。手撕包菜。对，手撕包菜。这个鱼太大了，我这边做一个干煸的啊，干煸鱼块，这边是做酸菜鱼。这个鱼是从我们湖北寄过来的，这个刀好像不太快呀。酸菜鱼这个鱼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赶鱼。鱼骨炖汤
来，油放里面，油再放一点，耶，两滴。啦啦啦！把鱼肉煮熟，好好处理。啊，鱼肉出酱。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。然后把鱼头和汤给了。平时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，站在路旁。好香啊！他的话不多，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汤汁还是很好的，像牛奶一样。然后这个鱼肉会很好。他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思念的忧伤。南方的小镇，你的冬天。看一下这个鱼做的新品，还可以不？反正味道特别好，我刚才尝了一下，花椒、葱姜蒜、芹菜段儿，放下去。哇，好香啊！放点小生抽哦，就准备起锅了。看一下做个饭，全身湿透了。来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再尝一下这个鱼来。尝这个鱼，赶鱼，来尝一下。好吃，然后我们明天就开始正式进入西藏了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点个赞啊，看一下我们这种生活，你们喜欢吗？怎么了？我们过来去那边的小树林。树林里面去。对，那有个亭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亮。看我们到哪里了？2008年农历四月初八，星期一，512汶川之痛。我们现在是在汶川的映秀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。那个就是映秀镇，这里就是当年发地震的核心区啊。目前这个映秀恢复的非常好，城市建设也非常好看，很繁华，很热闹。说实话，我们现在去逛一逛，看这个是五谷一啊。我们可能今天就开始往西藏出发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川藏中线的起点映秀，明天就没这么热，但是会很辛苦，很冷。好。对，那有个亭子。去爬山吗？没有，过来去嘛。好。哇，看这个水真好看呀，看像梯田一样。走了，快点。好好好，看这下面。好，非让我跟着他去爬山，哎呀。目前四川这边天气特别热呀。对呀，太热了。对。哦，就这里吗？对呀。这环境可以。好不好？环境可以。帮我拍一下视频呗。你要做啥？我练瑜伽，你待会帮我拍。哦，你过来做瑜伽呀？对呀，我就是叫你过来帮我拍视频呀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这么热能做吗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能做。嗯。行，那你做吧。这里能看到整个映秀，好看吗？你看汗一直流，看，没事，一直流。这还做瑜伽吗？做呀，为什么不做？行行行，好，我给你拿瓶水啊。好。好。现在这个天气特别热呀，我坐在这里看。汗流浃背，然后他还在这儿做瑜伽，然后还穿这么多，看，还太阳底下晒，太阳底下晒，特别特别热。啊，下面就是岷江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
你这数了啊？哇，这个汗流的我，其实穿这个裤子好热。说实话，真是佩服你，这么热天还做瑜伽。朋友们都得练的，特别热呀。那我们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地方露营的，看，这是一个村子的停车场，现在就是收拾东西，然后我们往西藏出发了。好，用力用力，准备出发了啊！西石沟，等会儿后面跟上。对，对，开拔啊，固定啊，你在我后面啊，你在中间。我们今天出发第一站就是四姑娘山，目前我们正在翻越巴朗山啊，看这个山路十八弯。让个男人我妈天做三男孩，让个鸡托妈妈两天做三男孩，还是啊，妈婆的门在这里。哇，姑姨，姑姨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嗯，你猜一下怎么了？我的粉丝突破一百万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真的真的，你看一下。就刚才啊。对。我真是。对。这么快。哇，开心吗？这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可以啊，你晚上想吃啥，我都想啊，想不答应你。应该大吃一顿。可以可以。行。我平时啊说带你去吃好的吃的，你不在意，今天可以不？这个必须得庆祝。100万啊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好厉害呀，好羡慕呀。没事，你也可以，真的，你也可以。好羡慕，好羡慕。啊，你也可以。朋友们，我们这会儿到了四姑娘山，这里的风景简直是没咋说。看，那四姑娘山，看西石哥也到了。今天算是我们第一天正式自驾西藏，目前感觉车子怎么样？我怎么感觉你跟不上？跑不过你那面包车。这是带不动，太长是不是？长不长，就是自重太重。你看，我和古一一直在前面等我，等你，是不是故意掉队？我故意掉队有啥好处啊？你们吃好吃的你不带我。妈点了一份鸡汤，跟古一点的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古一点的，这是松茸炖鸡汤，给古一补一补。你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十。三两打折。后面去西藏就没有这么好的伙食，真的。路上也没吃好，所以喝点汤，可以不？可以可以。好了，可以了啊！我们明天带你们看最好的风景，明天开始下一站啊！喜欢我们的，点个赞，谢谢。